啊，你们念答案让我听了，第一题就是，第一题 A 对不对？只有要大于金次吗？第二题你们选几？第一，温度越高，升速率越大，没错，好。哪一个？30万那是光速哦，然后是真空，真空中。啊？对啊，这也是啊，这也要化掉。第三题呢？第三题生物嘛，那就跳过。第四题生物，第五题生物。哎，不对，第五题比较少见，你们选几？猪化学病，对，好，有谁不知道的赶快讲。维生素 A 会怎样？哦，蔡健雅夜盲症。钙会疏松嘛，哈、哦，好，这样 OK 了。疏松跟松弛，其实就是都松啊，对啊。所以才会出那首歌叫九四五三这样啊，对，九四五三这样啊，九七五三啊嘞。你在存档吗？下载啊。有在云端，这个是生物还是这个是？第七题选几？遮住了啦。好，首先这个框起来是几克？是60克，体积增加4就变二十几，是变24，所以这两个再算一次啊。有密度就变成什么？60除以什么？24，多少？2.5。就这样说，这样够大了吧？很清楚了吧？思雨要认真啊，哈、对啊。我刚，对啊，我在录啊。早上我把昨天上国二理化的放给我台中的学生听。我在里面骂曾一奇都听得到，热情温度计，我的热情，那个怎么样？你不要去竟然有 Q 到，竟然你声音那么好听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他说手握底部，哎，你吵架就录进去。他是说运输机，哎，等一下，第八题你们选几的？第八题 B 啊，B 啊，不知道。底部玻璃球受热使有机液体蒸气压力变大，所以上升。第八题沸腾，所以受热就沸腾了。没有啦，它是放在温水里面，他说看似沸腾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下面的压力比较大，就会把它往上走啊，这题是 B 没有错，下面的压力大哦，压力大就把它往上挤哦。第九题你要选几？快点，第九题。B 吧，B 啊，B 啊。128克的甲醇啊，平衡多少？平衡多少啊？不是23.6，23.24。那这里一百几？128。分子量多少？128。甲醇欸。对啊。分子量多少啊？128。CH3OH 有128。有。真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是不是这里要12墨？啊，不对，这要改什么？6墨，对不对？
二比三啊，二比三四比几？四比六。二比三四比六，六末，六末要几克？六乘以三十几？所以是162啊。好，这里来练习。哦，哪个？哦。刚才有人讲别的答案吗？选错 B 啊。好了。好，快点。算是在上面啊。没有说新婚是做什么关系吗？今天你就是为了做什么？又来了，开始气。没有啊，不会啊，赌气可爱就没关系。我真的还有本钱对呀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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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有啊，我也常赌气啊。你不要，不要，我觉得我是妖女中人，我是六人，这个题应该都是你造成的。这题我要，这题我要。背水是要干嘛用？背水是要破坏。细胞，破坏细胞。啊？你为什么要整理磨成这个话？不是啊，废水是要让煮软。那变软。变软，酒精是要干嘛？溶出什么？溶出叶绿素，然后再来漂洗。漂洗把酒精洗掉，再用碘液测什么？淀粉。点一测淀粉，可以吗？最后如果有淀粉，就证明光合作用会产生淀粉。好，那这题是要选谁？猪。谢谢。有哪个步骤不会的？思雨有哪个步骤不会要讲？十二题。十二题。好。这里二，这里三，所以全部三。这里二。所以剩下谁？一氧化铜，氧化铜是什么色的？氧化铜是什么色的？溶于水吗？不溶于水。不溶于水，什么性？中性。中性。好。啊？什么符号？那你觉得哪个是对的？X 会是9吗？出来吧。X 是应该是一点几？七点几？7.5。X 应该是七点几？7.5。按照这个比例嘛。啊。反应铜质量跟耗氧量成什么？是 B 吧？B 不对啊，一公克空气不对，要一公克氧气。哦，对啦，哎呀。所以 B 不对 ，C 不对。质量守恒可以看吗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猪。所以这题我们选猪。都一样啊，你们回去想看就可以看。这是浓度，这也是理化，快点。对啊，这浓度啊。哦，答案250克，对不对？如果我需要糖浆的糖分达到几 percent？ 80%。那我要加多少糖？哦，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糖？七十。哎哎哎。哎，讲完。好，开始哦。你全部是200几？250。乘0.7是多少？175克的糖糖，然后这边是什么？水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好，那你是要另外，我要提高糖分，所以是要加在糖这一边，对不对？那全部变什么？250加 X。所以整个的比例，新的比例是250加 X 分之 X 加上175，对不对？
像锌的比例要百分之几？80%。好，算吧。算吧，X 等于75。X 等于75。175。X 等于175。他算 X 等于75啊，接受，赶快讲。就这样听得懂吗？郭正啊，然后放点刺激的给你看，猛男秀，这样好不好？到底是一二几？是一七五还是一二几？175是加一倍的。不是比不可能，比如比以后就。你又不要乱讲。我只要你，我要只要你们交叉相乘一下就好了嘛，快点的。我算错了。好，算错没关系，算错就算错。一二五这样就好了，我也常算错。好了吗？好，一二五。好，十五题答案多少？十五题答案是 D。C。为什么？不能不变。它不会变，它会不停的一直在里面转来转去。好，它等速率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题我觉得伞兵一个一个跳下，那请问这台飞机越来越轻了，就越来越重，所以这题答案是 A。因为你速率不变了，二分之一 mv 平方啊，是 m 变小，你的 m 变小了，你的 m 变小了。伯承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动能，我写给你了哦。这个一定要会写哦，而且我昨天帮高二上课就是在这个单元上面哦。EU 是未能。着地的速率是要根号二 GH。好，快点吊桥啊。喂，好，他说桥板小于长度小于城墙高，请问拉起吊桥的时候，施力臂跟施力所产生的力矩变化情形是怎么样？它方向有改吗？所以再多看几次啊，没办法。你觉得是这样想好了，你先不要管怎么算，你们觉得是一开始难拉，后来比较好拉，还是一开始好拉，后来比较难拉？后来会变好啦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所以如果你感觉，因为我没有把握所有题目我都讲过，或是你都看过啊，你要去想从你身上的感觉去想。好啦，我在录东西。现在力矩是减少的，对不对？力矩是不是减少了？看一下，还是怎么样？好，首先你的施力，你的施力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施力，所以说你的施力臂在哪里？是不是在这一段？这一段是不是你的施力臂啊？这一段是不是你的施力臂？
力到支点的距离就是施力臂，不然你施力臂要放在哪里？你觉得？我把它擦掉，你回答我，反过来问你，施力臂在哪里？这是施力，那施力臂在哪里？那、啊、怎么画？所以怎么画？啊，跟就是我刚才画那样啊。是我从这里画过去，叫做力臂。这里是不是就力臂了？就会变大，就慢慢变大。好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我要怎么画比较清楚？一个圆呢？如果我拉到这里来，然后绳子变成这样，然后你的施力臂。施力臂会变成这样，所以它的施力臂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越高的时候施力臂就越大，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又会减少，就是那边它是要把它拉成垂直吗？还是拉起来这样？施力臂变大了，所以那、啊、你的重力部分呢？重力部分本来的施力臂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抬高之后，重力部分的力臂就变短了。越抬越高，它的重力部分的力臂会越来越短。重力部分力臂越来越短，重力是固定的，力臂变短，所以是力矩变小。所以结论是，施力臂它要拉到哪里？牵直位置。所以施力臂是牵直到哪里？是先增加再后减少，这样看它角度问题。我画一个黑色的。好，假设它这样子绕上去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施力方向一开始是这一个，再来是这一个，我拉到底好了。那你的施力臂哈，施力臂，我画，所以一开始的施力臂是这样过去。再来施力臂是，我左边是这样过去。再来的施力臂是这样过去。
所以它的先什么？先增加后减少是什么？到迁址位置，拉的角度不一样吗？拉它，拉它，拉它。它只有先增加后减少跟什么？先减少后增加。先增加后减少。总力矩是持续减少。施力臂。施力臂。长度小于城墙高。长度小于城墙高。我懂了，这个是不是这一支太长？我画短一点哦，这里不错。我让它小于城墙高，这样小于城墙高了吧？对不对？我多画几条线，哦，出现了。什么来着？哪里第二条？1,2,3,4,5,6,7,1,2,3,4,5,6,7,没错。哦，这全部是施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我还是站起来比一下。你一开始是这一段，对吗？然后再是这一段，它应该会有一个是最大值。它的最大值呢，会刚好是它的什么？红色跟黑色会不会有90度的时候？会。会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是刚好90度，表示这个看好了，这个黑色的桥板本身就是力臂，懂是吗？那你再翘上去一点。那你这样延是不是延长了？没有，我现在为什么这里拉黄色？你黄色延伸之后，再把这里拉过去一个垂直，是不是会比谁？会比黑色的线还要短？你懂是吗？我再说一说，我把黄色的线拉长，然后再从这里做垂直，那黑色就变斜边了，有问题？所以变成你垂直的部分会比黑色的短。我再说一次，你现在这样画过去，我看啊。你这样画过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到这里，画什么会最大？90度的时候会最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再拉过来，比方说第二种黄色，你把第二种黄色延长一点。对。
我如果把第二个黄色延长一点，我用细一点哈。第二个黄色我把它延长一点，然后我再拉一个绿色给你看。不对，它不要变。那垂直吗？那我要你看这个三角形啊，就是这里。然后蓝色，这里会有一个三角形哦，有看到吗？这个就变成利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变利弊，那利弊来默念是利弊比桥还短。啊，刚才是不是会有一段是利弊刚好会等于谁？利弊等于桥，后来呢利弊比桥短，所以是减什么？减少，前面是增加，后来是减少。所以叫施力必先增加后减少，再拿一个答案，啊力矩会变小，先增加后减少，然后力矩会变小，这题有你选 C 好、哦。17呢？这很好用啊，赶快。他说，他写硒盐酸对不对？电子的流动，电子从什么挤出去？电子从负极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从负极，电子从这里跑下来，电子啊，所以叫做甲到灯泡到负极，那 A 是错的，哎 A 就错了，这是放，这是电解啊，所以是不是从负极出来？应该是负极经过灯泡再到甲吧 ？A 就错了，这么漂亮。灯泡变成电根，把电转成热根，光没有错。解离是 HCl， H 正 Cl 负没有错。甲棒棒，甲棒棒，负氢正氧有没有问题？负极是氢气，正极是什么？氧气，这没有问题。好，十七是这样。看见吗？十八有吗？十八是理化吗？十八是铜银电子，铜银电子谁的活性大？氢、铜、汞、银、铂、金，所以铜是什么极？负极。银是什么极？正极。所以我现在画这个箭头是什么？我现在画这个箭头是什么？是电子流，可以吗？那铜失去电子会溶什么？会溶解。银会什么？析出。银会析出哦。手指太粗了。好，所以 A 是对的， A 是对的。失去电子是氧化，对的。得到电子是还原，这是对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猪为什么错齁、哦、来看一下，你失去一个铜，失去一个铜是六十几，但是你会得到两个银哦，失去一个铜会得到两个银哦，一个银就一百零几了，两个银呢，你是扣掉 63.5， 但是加什么，所以整个来讲是更重还是更轻？整个来讲是更重的，就好像我上厕所嘛，上厕所可能拉五公斤啊，但是我吃了十公斤啊。哦，不要这么做。以前我运动完大吃大喝吃宵夜都没关系，现在都不行。拉塞普只有讲原什么？原子核，原子核，所以有中子的都删掉，有中子的，有中子的。那的原子电子怎么会在里面腐烂？我刚才画这样算啊，对，这是保龄球，对不对？来，相对湿度是地科还是算理化？地科。30度啊，地科这题会算吗？30度看这里对不对？
饱和的时候是几克？那现在是十几克？那就是25/15啊。等待心中美梦。哎、欸，哇！我拿水下来，反正有人逛。刚刚有时间吗？没有。你想那么久，谁是你的时间、啊？60%。快！哦，赶快算密度给我。石鱼密度多少？啊，不是石鱼的密度，是这个。干嘛？你在想？你在讲什么？5.4×2，2.几？2.7，快点再来。8.几？8.9，哦，手很笨。再来是2.7，啊，后面都是2.7啊。2.7。嗯。好，来。他说如果制成合金总体积不会改变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种类化学性质皆不相同，种类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是金属嘛，哦，啊，密度不一样，所以种类就不一样了，化学性质也不一，应该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可以保留。乙跟丁合起来会不会 4.49？ 我们看一下乙跟丁有没有可能 4.49。快啊！乙跟丁加起来的总质量是几？乙加丁总质量是几？六几？六二点八。总体积呢？14+10=14。啊，帮我算一下吧。14/62.8。456×68嘛。真的是 4.4 多啊， 4.4 几且算到完啊， 4.48 多啊，计算机也可以按啊，没关系啊，帮忙。然后你进入睡眠状态了啊，对啊，那你 就走走，或是你要睡一下也可以。四点几？4.4857，所以 C B 是对的哦。它会不会都浮起来？会不会浮起来？会哦。那同体积的时候，丁最大吗？同体积谁的质量最大？密度最谁最大？是不是乙？乙的密度是不是最大？所以这题答案是出同体积的时候 M 等于什么 ？D B 嘛。耶、yeah, ，所以这没有很难啊，哈、哦，不错，各位，超强。这云端对，这讲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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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面有没有？不只有只讲理化，对啊，只讲理化。电磁铁又是粘手哎、欸，脏脏的，啊，握住啊，握住甲，握先握乙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从后面回来。都从后面回来，所以是这样握哦。所以小妞妞乙是什么？乙是什么几 ？S， 好，这里是 S， 那这就是谁 ？N， 好，解决了，看快点，这是电铃嘛？好，结束了，这个是什么？答案是 A， 下一个，快点。还有接触吗？有。首先第一步，我希望你先把这 F 定义出来。这个 F 啊，应该是 R 平方分之
G 正二乘以负四，你是不是 QQ？ 十二乘负四，是吸引还是排斥？这个正可以不要写，这个负可以不要写，所以答案是几的？是 r 平方分之八，你把它当做 r 平方分之八嘛，反正 r 也不知道是多少，你把 r 当一也没差。接触后，好，我们把 r 当一算了啦，就一分之几？一分之八。接触后，看到正二加负四变成多少？正二加负四变多少了？负二分开就负一跟什么？负一跟负一哦，所以后来这个情况会变什么样子？你新的 F 会怎么算？新的 F 会怎么算？你现在新的距离是几？是不是二平方分之一乘一？你 G 就不用管了，不对，这应该是 KQQ 哦，这 K 不用管了。K 不用管了 ，K 是常数，四分之一。好、哦，原来是八，后来是四分之一，所以后来是原来的几分之几？请你把四分之一除以八，最后就是把这个四分之一除以八。所以答案是 C 哦，32分之 F。好，那这就 OK 啦。是27题吗？下一面是27题吗？对。Thank you。27题有理化吗？没有。生物。错吧，你听吗？所以下一页有。好，三二哪些指针方向会相同？我要画了。所以 N 出。阿进。所以第一个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不是要这样？然后这个要这样，然后这个要这样。把、哦、这四个箭头画 ，N 出 S 进嘛，因为你就变成 N 出 S 进这样子 ，N 出 S 进这样。好，它、啊、里面是 S 到 N 哦。好，所以谁跟谁一样？乙丁要配甲丙的，乙丁要配甲丙，所以乙丁同甲丙同，选 C。来，哪一个最多可以正常发光？不正常的就把它删掉了。我要打可爱的叉叉。第一个的话是这个会叉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会叉叉。短路了，再来，这个会叉叉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延长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会叉叉，这个会叉叉，这个会叉叉。这三个都可以。好，他说哪一个最多？哪一个组最多有 ？C 跟猪看起来是一样多哦。哪一个 C 呀、啊、？C 第一条并联，第二条并联。它是走那条没有的啊，所以它就不一样了。
那要看两边是算并联还是算串联啊？并联一组，对。左右两边都是并联，没有错，所以是一二三四五会有五条并联，会有五条并联，那这全部都不要了，这题要选 C， 这题要选 C，C 跟猪你要缓下来再看一遍哦。好了，在三十四没有哈、哦。三七跟三八，三七跟三八是最近教的东西啊。好，偏转最大的，它现在是接通后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偏转最大的是谁？他从哪里留下来？上面留下来是、上面留下来嘛？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决定什么？是决定你的电流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要这样握？是不是要这样握？看一下手，握完就变装握了，快点。对吗？会变成顺时针，会变成顺时针啦、哦。好，顺时针。画错边，会变成顺时针哈、哦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好，谁偏转比较多？丙偏转比较多。这题要选丙，不是啊，不是要选丙，我是说如果要选的话，谁最大？丙。那如果往 M 走，往 M 走是阻力大还是阻力小？阻力小，电流会大，所以偏转的角度也会大。这个 A 是对的，A 是错的。A 要改丙 ，B 是对的哈。那往上提离至 P 点，因为距离不变，所以角度也什么？角度不变哈，角度不变，你写着。那乙会不会偏转？磁场是零吗？没有啊，磁场不是零，只是刚好方向是什么一样的，很好，不愧是月考考八十几分的博成。也不是八十。哦，好，那。来啊！我要你握住 I1。握住 I1 对不对？顺还是逆？顺，很好。它要顺时针哦。可以吗？所以是顺时针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以吗？还有一个顺时针，所以你在 AB 这里啊。不要这样做，我们家猫就跑。我们不是猫。所以，拇指、电流、狮子、磁场、掌心向下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因为拇指电它这个是往自己啊，这个电流是往自己，往自己。快快。所以首先第一个叫做向什么？向南，对不对？你要选向南的这两个。再来要选什么？向下的，向南向下，所以这题是 B。 好，下一个有吗？哦，不错哦。这都是地科吗？中间41题是理化还是地科？
肚子好饿哦，等下买饼干来吃哦。你为什么不让我下载呢？那不爽你哦。你太胖了，你要减。快说说。好好好，不要这样。我没有拍好，来。我们先来复习啊 ，T 正比余正，不用正比的。周期是二拍，背起来啊、哦。根号 g 分之 l。所以跟平方根成正比。如果你现在摆长是几公分？摆长是 A 的摆长是 20,B 的摆长是 80, 结果 A 选项说 15,15 是更短还是更长？更短的话周期更短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里啊，你的这里这个地方啊长度变短了，所以造成周期也什么？周期是不是次数一样的时候时间要比较短、哦、一样的次数画过去时间要比较短，所以这个应该画在这里，15公分要画在这里，可以吗？15公分要画一区哦，一区哦，一样的次数啊，一样的次数时间比较短，所以要靠左边一点，一样的次数时间比较短要靠左边一点，所以 A 是对的。B 呢？次数跟时间有没有成正比？有啊，哦，因为斜直线是正比。如果你在二区，叫做摆长大于什么？摆长大于20，小于80。如果到100的时候，100是一区吗？不对啦，答案是猪错了。这答案是猪错了哈，思雨，猪是错的啊。C 是对的啊。你15不是放这里吗？那这是20啊，这是80啊，那就20跟80之间的，对不对？20跟80之间的，20公分跟80公分。好，例物C不用了。下一面有没有？题组有没有？有。13页都是哦，哎、欸，可是你都有背啦、啊，这还要再比一次吗？贾纳什么？美女，碳锌铜啊，碳锌铬铁，这几单是猪嘛？这有背过就简单啦、啊。来，那些男生，我要听你们的。45题。这啊，他说平均加速度怎么算？是不是速度差除以速度差差多少？你原本是10，后来是什么？所以叫20减什么？20减10花几秒？所以是几？5。20减10除以2，哦。速度差，速度差，谢谢。好，那啊，好，那博成证明你是男的，快点 ，F 等于，他是男的啊 ，MA， 好，快点，几公斤？20公斤加速度是几？5，他写光滑就没有摩擦力啊，就直接这样算，所以是什么？100牛。然后他说停止作用之后受到摩擦力20公尺就不动了，那摩擦力的大小是多少牛顿？我跟你讲这个不要去算那个，你用动能换动能换功就好了。一开始的动能怎么算？二分之一乘以本人20公斤再乘以速度20的平方，这个能量被谁用掉了？这个能量被谁用掉了？被摩擦力是不是 F 乘以 S 几公尺？20公尺，这样算是最快的，不要再去算加速度了。
是可以算加速度啦，因为你从20下来，但是我的建议真的真的用这个200啊。宜萱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可以这样算还是？哦，你算出来就好了。那你一直对着考卷赞叹是什么？哦，你是怎样的？哦，好啊。这是最后一页吗？好。好啦，等一下给你动一动好不好？动一动。动一动。哦，你在讲你的痘痘。牛头不对马嘴。十颗。你要不要检查肝啊？十颗。肝大。就是如果痘痘长在下这边的话，就是肝的问题比较大。那就是解毒啊，你就是找多喝一点排毒的东西。脚掌会啊，背会啊，背全身都会啊，某部位也会长啊。耳朵什么？我有长过耳朵。耳朵怎么会烧掉？你要先看看。里面可能就是因为它长很深吧。没有，那就只是里面就是累积一些脂肪这样而已。所以你看到熟女就要摘是不是？好了啦。他说角度跟电流电压的有没有规律性？来看一下角度。角度是0、15、3，哎，快点，我要念了。0、15、30、45，每次加15呀。对。那它电流变大了，电压也变大了。那到90度的时候，电流是不是最大，电压也最大？对。105度是不是又变偏斜射了？对。你看那个右边的105度啊，是变斜射了。斜射了之后，电压会变小，所以。所以。有规律性，然后呢，日照角度的改变，电压电流是先变大再变小，所以这题答案选 C， 它先变大再变小。乘上题，跟功率的关系 ，P 等于什么？功率 P 等于 I 什么 ？IV， 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它们乘起来会最大？几度的时候？90度的时候乘起来会最大，所以你的角度呢，答案是 A 没有错、哦、先变大后变小、哦、电压是电流乘电阻，那请问电阻跟角度的关系为何？来看一下电阻，你们先除一下1除以16，1除以28，没关系，你就是大概比一下，看的是我们只要知道大小而已。这是毫安培，如果真的要算，要换成0.016哈。它电阻是越来越小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规律性是什么意思？日照角度增加而这规律性应该算什么？可是那后面呢？1除16，1除以52，那中间还有一个1.4除120，90度的时候它电流变得超小的、啊。
那他也没写先变小后变大。这是什么？没有影响。嗯。要每个族族看啊。所以你觉得店主变大了？变大是到九十度之前是变大啊。他只有说零到九十度吗？哎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刚才都没有想到零到九十度，这题答案选 C。好哦。哎，不是，这题答案选猪啦。因为你电流变小啦。把电流变大了，所以电阻变小了。你电流是不是最大？九十度的时候电流达到最大，你电压都在一点多而已，所以你的电阻是越来越小的。好，这零到九十度之间，电阻是变小的。这里是猪，等休息五分钟。上风。好，不要洗了。不知道。是什么呢？我是。